有。你怎么还在捏我呀？还是不是一毛一样，兄弟？这需要对比吗？这哪里一样了？这个脸是人脸吗？涂成这个样子，是菜吗？我是菜。你捏我都捏的几个了，都几个了，你都能做成一系列发售了，整个盲盒。人家想要三连嘛，现在就不想要。哇，我真的是你，哎，我真是吐了，你怎么偏离现实呀？这他妈哪里像啊？你是不是跟那个易小云进修了一下？你自己看看这好看吗？还有条沙盒上同款念珠，你这个珠子揉的倒是挺好，挺圆润。你再看看我，干干巴巴，麻麻咧咧，这个身体都算了。说真的，我现在本来也胖，你这个脸能不能处理一下？那么你说刚经历车祸我都信。给五官上个色，哈哈。啊！哎呀，这个大嘴唇子是不是有失比例呀？哎呦，这个牙，我的牙不说很整齐吧，也是。我说个很早之前的事情，不在减肥期间，我点了一个西瓜波波，然后呢，我点过来之后是臭的。就是他那个西瓜已经馊掉了，然后我就打电话，我也没有给他，我就打电话过去，我说你们的西瓜或者是果冻已经馊掉了，我说我提醒你们一下，我说我的这杯就是坏掉的。然后那个店长就说他去确认一下，我不知道他是确认了什么是有问题的，应该就是他们那个果冻有问题。然后他说哦，他说我尝了一下确实是馊掉了，不好意思，重新给你做一杯吧。我说算了，说我今天喝不下了。那他说那你改天你下一杯的时候你备注一下，我们重新再给你做一杯，给你赔一杯。我说好吗？然后我隔了一天，因为我怕他忘记了，我那天都不是很想点了，隔一天然后我就点了一杯，然后我就备注，我说我是昨天打电话说你们西瓜烂掉的人，你们答应赔一杯。然后我就点了一杯之后没有给我，那个时候我就是想差评了，真的，我已经退让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也说不要不要，你非要给我给我，然后我说那行吧行吧，给我吧，然后他就不给了，你这是人？然后我就打电话过去，我说我备注了，我说我的西瓜波波昨天跟你说了臭掉了，我说你为什么没给我送呢？他说哦，对不起，今天太忙了，不好意思，其实是做好了的，都没有来得及放进去，然后就跟我说了好多，态度也挺好的。我说那好吗？他说你明天再点嘛，明天点我一定给你做。那个时候就在想，我买了一杯烂水果茶，我还赔了三杯的钱进去，是不是上了什么当吗？然后果不其然，第三天就是我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第二次点还是没给，然后我打电话过去，他就说的是下次一定。是第三次才给的，第三次的那个时候我是耐心是真的为零，如果没给我就要把前面四条全部差评，但是他给了，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心里都是有一点不高兴的。喵，记得三